警告：目前未原力过低。好，开台咯，关台咯。各位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等一下，封面怎么改？啊，封面怎么改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找到了。我要做什么封面呢？点，我要站存，是。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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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没有啊？现成的啊，直接用了。等一下哦。优一早安，黄瓜早安，李一早安，泡泡早安，店员早安，盼盼早安，小月早安，雨店早安。啊，樱花早安。啊，好了，来吧，我们就。不是啊，就是最近死人时间玩雀魂，好不容易满哦。等等等等，不好意思，玩任务，地质啊，断腰啊，长风自封，好。艾琳早安，赤影，你不是在看米亚台吗？不好意思，还是我认错人了。赤影夜月早安，早去早，泡芙早。所以艾琳，你昨天有去九份吗？雨很大哎、欸。不好意思，头没头。对啊，番茄，你的那个狩猎场的任务解完了吗？斗技场啊，不是狩猎场，斗技场任务打完了没？因为我发现我好像有任务也需要打斗技场，被抓包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有在挂米亚台啦，就挂着听，想说啊，不对耶，每日还没解，基本上雨蛮大的，持续去那边其实也还好哦，就还是去了，是不是？昨天打到火龙，你是打下位上位的吧？你有打到那个吗 ？N 位的吗？你就想一下，当时天天刀多难打了。我当时帮了四个人打，所以那时候那个硬币超级多的。那时候谁 HTT， 然后野超也要，然后之前还有两个人。那时候就是要打天上天下无双刀。我那时候就是想说靠，你们就两个去打啊！结果今天 A 说想打，打完之后 B 才说想打。我说干，你不会早点讲？然后打完 B， 然后 C 也说要，我就直接问说啊，你 D 要不要？他说再想想吧。然后之后 D 也说他想要，我快气死。叶乔安安，怎样 AP 啊？怎样？欸，什么？说话啊！欸，那么大声！欸，ドラゴ，等想下去拿喝的，没事乱喊一下，我要继续上班。对啊，我就知道你很喜欢乱喊啊。那个太刀不错啊，是有点心动，可是。冰原有要到天地刀吗？天三天刀吗？我记得三天刀有被取代、欸，反正后面太刀就是越来越强啊，啊就一直都被取代掉啊。嗨，夏曦。
有啊，后面会被取代。对啊，如果你是想要 skin 的话，你可以等主线通关啊，你就直接客制化那一把就好了。假戏这样想我对不对？啊，肯定的吧。ドラゴン。木原打消那把太大的念头了。哎，爱良缘难安。怎么可以这么轻而易举的打消那念头呢？我想一下哦。算了，忘记了。当时我也没有什么在玩太刀啦，就后面有一个就是一只更强的冰牙龙出现，忘记叫什么冰牙龙的。它出现之后，我就开始转那个斩击斧了。今天悬赏打飞任意其中一位玩家，嘿，要干嘛？请问要干嘛？打飞该名玩家能得到什么报酬？你是说我打飞该名玩家，还是玩家打飞我？等一下哦。感谢。忘记怎么念。感谢你都不劝。感谢可爱的小熊猫。的十二个月，他会打钱给我？不行啊，这个太难了，好吗？这个赌博性太大了。请问我被打飞也算吗？各位来吧。如果是被打飞的话，零一双倍给我。各位来吧。ドラとはいえ、宝物だとは限りませんよ。那三零一打飞我三倍好不好？零一来吧。リーチ。没有，因为有一套补装蛮需要斗技大赛的东西的，可是他要打难度一到四星的，我今天才把一星打完，就才发现说后面二三四星都要打啊，想想算了，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请我的猪血糕嘞，我的敌会跪在谁那？哦，好狠！打喷嚏！哦。満眼。嗯。我刚嗯了一下，结果鼻子有共鸣，他在抖。嗯，
碰。这场打完，我要去拿盒。那个麻将桌的图怎么拿到的？这绝版了，之前活动的。它个这个是夏天活动的，这个是夏日活动拿到的。那时候要打那个打怪，那叫什么猫什么东西？这个理论上不会复刻了啦。你的段幺九任务，你去死吧！没事啊，我还那么多人可以陪你解段幺九任务，对吧？你先顾虑一下我的血量，再顾虑你的段幺九好不好？对吧？今天我没有健健康康的血量，你哪来的段幺九？对吧？哎，猪血糕，他现在才来。嗯。我有啊，存段幺九，你不会飞。听不到，就是日麻什么日麻，段幺九很难哎、欸、啊！别说了，我上次真的解个段幺九也解不了啊，好难过、喔，解不了的段幺九。刚，刚。龙的，哇哈哈！大吸一口，谢谢谢谢番茄，谢谢谢谢。我爬起来了，我爬起来了，小雪安安啊，我们可爱的小雪安安。不是你打他干嘛？可是你还是会打出来啊，对不对？第三元，百万。结果我没有接到任务啊，要粒子厂风哎、欸，断腰哎、欸，完全没有接到任务嘛，可恶，可恶。好久不见，嘴巴那么甜啊！等一下会更甜，跟你说。没有啊，也没有很久不见啊。你昨天不是有那个吗？周边什么的，有啊，有点有在那边偷看啊。跟你说，最喜欢就是偷偷摸摸的看人家的台了。你应该要先解任务吧？不行，我也想解任务啊！啊，我的长风断腰跟都不来啊。没事啊，会开台玩就是注定觉得说任务解不完，然后才会开台来一直刷。我跟你讲，昨天更扯，昨天想说要解个任务，结果我们昨天打到南风场，南山场嘞，就刚好是地南山的时候，被我那个地质自摸这个任务刚好在地南山场的时候解完了。哦，有够难解的。你躺好了打我吧。那你今天什么时候下班？没有，只想要打斗技大赛而已。哦，来了哦。然后你前几天不是有来我台打招呼吗？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
你那时候聊天室被刷走了，我是那时候补记录档的时候看到你打字，我还想说啊，小雪有来欸，我怎么没跟他打到招呼这样子啊，觉得不该哦。今天估计三点到家吧，四点半还有班，那就算了。是说封面的繁星，这不是我啦，是这一只啦，不是我啦，但发色很像啦。你要吗？我可以传图给你哦、喔。这只香喷喷的、欸，会动哎、欸。晚上的话可以跟宝可梦一起打吧。晚上的话可以跟宝可梦一起打，打什么宝可梦？你玩什么游戏？没事没事，那时候刚好跟其他妹子玩没问题。你是不是吃醋了？好啦，改天跟你玩好不好？等珠子出来，再来骚扰你，再来骚扰你，学主播。哦，跟宝可梦一起打，我想说你玩什么宝 ？Let's go 还是什么？我又没玩。哦，最最早安。没有，我还在想说我那一套到底有没有必要啊，因为主线快打完了，要弄到那一套要好久，而且斗技大赛他一大堆武器也不会啊，他也只会青弩跟双刀跟一半的充能符就不会啦。一夜愿安，好啊，等你约珠子。有啊，珠子那开始玩的时候就没有要睡觉啦，对吧？怎么可以睡觉嘞？真的想看看什么？捷云这提议什么？我不要想看，我包成这样哦。啊？哪样？我也想看别人包成这样给我看啊。在想啥呢？在说啥呢？哎、欸，麦，最后四就打出去了。正和，我有本打算日本时间开完到为，日本时间就开完到为止。哎呦，这么棒的吗？你拿出绷带，我是要妹子欸，棒子请滚开好吗？棒子请远离我。欸，不是，你不是要断腰酒，你还扣着酒。你可以目测他多大吗？谁多大？滚啊！不开啊！你说目测他多大这个吗？一吧。因为那天我们要玩宝可梦的话，就。等一下，他是18号的晚上，日本时间嘛， 18号的晚上11点才开始玩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番茄那天有当天送到给我的话就可以玩啊。啊，刘玄德安安。金怡死，你那么认真的抢啊，你今天没有上班哦。不好意思，我心也死了啊，你每次都看我台看到一半跑去米亚台。
是心动啊，晚点上班啊，好啦，上班去。我没拿饮料，没人提醒我，不是拿饮料，我要拿水。完蛋了，讲出来了，是心动啊！你等我一下，女人的台要挂点数啊，我的点数一直解不开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已经来图奇开一个多月了、欸，17号晚上发售18号的晚了，哦，那可能你要先玩了。哇，番茄你是18号拿到片嘛，对不对？那完蛋了啊，我只能先看你们玩了，我只能先去看一下你们怎么玩，先剧透一下，让我好走捷径。繁星卡在哪里？什么卡在哪里？东西什么意思？没啊，游戏片不在我这啊，游戏片会在番茄那。我这边卖家也不会偷跑，所以你还是要等到18号。哎呀，好难过啊！所以还是买那个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实体片，不不啦，数位版。我是买了线上又包双版本的特点。哇，你太有爱了吧？哎、欸，亚德安安，你这样子，我以后都要买数位版的了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怪怪的，数位一定比较好，我知道啊。怪怪的，还是你要买数位？你可以取消订单，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理解的。这牌有料哎、欸，我不要，我要解任务。我要解任务。力气。可以哦，你可以的话，我就可以啊。如果要拼首发的话，因为当时其实因为登钻嘛，就是有时候那时候首发没有拼到啊。那时候首发啊，难过，首发。隔了一天才拿到片吗？你要玩什么版本？猪，我要玩红色版本。别九连了啦，我连1 2 1 2 3。哎、欸，好像真的可以呢。不行啊，他拿走了。反正预约有特点啊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子你就不用来找我嘞，这样好像很不错哎。但是怎么办？啊，用记的啊，用记的啊。456。对啊，交换就交给你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事啊。我知道纸比较香，可是我不要男生博士。嗨，等一下、喔，好了，可以看聊天室了。HLRYMUT， 抱歉，完全不会念。安安，你好，你好，第一次加入，从发发那边来的吗？你好，你好。龙です。哦，荔枝合牌，谢谢谢谢谢谢嘎嘎，谢谢嘎嘎，谢谢嘎嘎。明白吗？早啊，我不会记啊，我原始人哎、欸。啊，
原始人最好是会搭捷运、搭轻轨啊，想骗我，还会玩光遇，想骗人。你是看神兽挑的？坦白说，如果神兽可以挑的话，我当然也是想要紫色的神兽啊，科技感那么高，对吧？再加上紫版的那个人形宝可梦嘛，他不是拿刀的吗？红版是拿炮的嘛？我去拿喝的，等我一下哦。清晨早安，断腰也解了，哎、欸，对耶，那我剩长风之风了。反正图鉴总有办法收集完的。对啊，我们阿亮在耶。哎、欸，安妮她是数位还是实体？斯诺安安，早安早安，玉前月安安，你好你好。但全钛金化就不好说了。你是说全钛金化图鉴吗？我跟你说，阿尔宙斯多个疯子全课题解完了，区区不可以。他如果是全国图鉴，我会死。然后400多个图鉴，500多个图鉴啊，死人了死人。直接打 O 吐了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啊，哎，他关台了、哦。你要怎么关台了？好意思哦，好扯。那女人怎么这样？看看数位版，好吧，那我只好数位版了。反正到时候不玩移除安装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他赶着出门，他是要健身吗？啊，请问梦想封印大师是谁？啊，请问这念什么？隔雪吗？还有，リーチ、ピンク、タイヤをドラにドラ、ハネマン。今天好像临时有事哦。ハネニャン。久违的把神兽转移回家。你课题还没满是不是？看来鲤鱼王没有被摧残的很多嘛。嗯，你要飞了，嘿嘿嘿。他说：“我今天的营养午餐的钱就靠你了。”就穿着日式长服出门，他自己讲。哦，也是啦，他住那边又没有雨的，天哪，好羡慕哦。欧利安安，赶快去打欧达吧。最近没人找，就没再摸了啊。能的话就帮你搞数位，不能的话我就去找你，然后忘记给你片子，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如果你数位给我的话，你就不用只有在18号来找我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两天都觉得，嗯，这个累应该只是想小睡一觉的累之类的，哦，结果没想到一睡就睡到天亮，也好恐怖哦。去一趟，怎么去一趟？吃个饭局，回来
整个作息就大正常了，吓死人了。尽量不要打注英文，谁打注英文？我都没看到。哦，谁打注英文？我怎么没看到？没事啊，之前注英文，我是真的不喜欢啊，而后来想想啊，算了，管太严了。有些人可能是手机打字已经记录起来了，就直接送出来这样子。主要看能不能取消订单。嗯。哎呀。怎么咋回事啊？这怎么搞？这怎么办？把这张。是说办案会上目前也没消失？什么叫没消失？没消息吗？你是不是打没消息，打成没消失？我理解没有错吧？哎呀，哎，哦，看来最后一场了，怎么了？小玉要出门了是不是？还是你要出门了？你是说任务解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会继续玩啊。就是前几天不是开了一次日麻吗？就那天打了四轮，结果人都已经排满了欸。打不到四轮啊，人都已经满了，都已经要重复了。所以那个情况下我才会想说啊，关台了都没人了。对，烂犬字没消息才对，我厉害吧。すみません、ツモです。完了，嘎嘎，还有饿肚子了。哦，对，感谢小月的300块，谢谢。徽章不是下单后14周才会发，他已经买东西买到有 VIP 了。看，场风自封，没有吧？你看，还是没解到啊，对不对？ピンフ、タンヨウ、ドラギ、マンガン。飞月早安。啊！笑屁啊！我要乱玩，我气死你们！没有啊，不能太乱玩。你刚去拿饭，怎么了？VIP 香精的蔬果，哎，哦，拜托，有在光遇里面打个番茄两个字，大家就会敬礼的，好吗？你的风都在我这里，算了啦，有没有爱的问题啦，跟有没有风没相关，这就是有没有爱的问题了。这人太无耻了吧！透着我的风，我，肯定是没爱才会这么做。来，我们慢慢往上叠。ロンです。
喂。欸，绝好调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人可以简单明了的告诉我吗？理解呀。气。状态很好哦，这个意思哦。祝你好运，那不就是那个跟那个一样吗？卡诺西米很像吗？哎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，阿美的例子了，搞他，搞他。啊，没了，白痴哦，第四场了哦，啊，嘎嘎你，我不再少一点血量啊，可恶！啊，感谢三位，刚谁？好了，小月出，小月去休息吧。小月是要去休息还是要出门了？啊，怎么是这个风？哎呦，没关系，我任务解完了，没关系啦，四声系好不好？谁再给我打轻声系试试看？哎，我先哦，抱歉。ドラとはいえ、宝物だと。你想再努力抢一下？好的。啊，我看一下斗阵。得得得得得，看，看一下金融买和。没关，没事啊，看得懂就好。不是，这不是看不看得懂的问题，是要纠正，好吗？不然人家外国人都会说我们中文很难学啊，字还都打错。能不猫？数最多打到了，就我没打到，什么意思？你说你的好好姐妹们吗？不能猫，需要正音，没错。获得斗阵特工职业联赛硬币，啊，谢谢谢谢。来看一下商店。卢肯斯坦，我想要僵尸小妹啊！你的朋友都在桌上了，哎，这个饭局没有你啊，好可怜啊，你被排挤了。感谢你特别邀请，来见证你的爱情。我他妈的打错了，欸，再好乐迪唱的时候，唱歌的时候，真的是很夸张欸，听到自己声音就开始把声音拉高，哎，
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没办法呀，姐姐，猫赎罪。嗯，猫赎罪都达到了，还有嘎，对不对？猫赎罪嘎。临时加班啊，加什么班？哎，好棒哦！可恶，リーチです。嗯，上次要去唱歌，听到价格直接算了。是怎样听到价格？听到什么价格？一进场听到价格，还是人家找你唱歌说啊？可是竟然要唱多少钱这样子吗？林安安，林安安，那你要加 blues 加什么办？你要？所以你是回来休息一两个小时，四点要去上班的意思？这个吗？这个班吗？哦，就去问价哦。我直接下巴掉地上，还哦，你直接趴在地上哦，我的天哪，有没有人拍照？我要看。还是你的口罩，你的口罩够大，可以让你撑到那个地上去啊。嗯，啊，我刚想说，为什么这个女巫的样子特别不一样？哇，没料，凉凉。我忘记了，欸，我们就三个人，他给我开七人包的哦。夜风安安，刚上完驾训班，明天考驾照，加油！哇，下雨天考驾照有没有比较难啊？而我只是嘉宾，菜鸟安安。棒。假日晚上唱可能贵一点吧？会啊。当然会比较贵啊，今天骑车很难骑哦。你是骑车不是开车哦？而骑车不在室内吗？还是你是去那种免费练习的那种大型场地？你刻了物质刻造型，你决定要完补了吗？买的就都不用是不是？
刻了造型，但都没在用，就跟我买一大堆造型一样。哎，也不是买啊，这件是抽，为了抽原始造型，就买了50抽都没抽到，然后最后是用里面的金币去换出来，看。你捕食会比较偏爱慈悲，所以才一大堆人在打积分，不喜欢慈悲的原因是因为后面其实捕食都要帮忙输出，多一份输出啊，对面的捕食压力就会高一些。但是沉迷输出，你就知道了。你们就会死一片。而我只是嘉宾。龙的。好丑，好丑。好像没很大，现在看不到多少人在看台吗？看得到啊，我不想去看啊。怎么了？你要我报人数给你看吗 ？YT 42啊 ，Twitch 16啊，怎么了？你还要知道什么？你还想知道什么？女孩，其实就算出全图鉴，能用？你说用 Home 吗？不是啊，不是说要那个吗？全部角色的那个太进化，太进化不是？属性不是16种吗？你全属性不是会死吗？对不对？看，你看一下，光是一只皮卡丘，16种太进化，不是？我想说。我要跟多少人抢房？为什么我抢不赢？好问题。保存在 Home 里面了，可是他开 Home 那个也要等很后面才会开，不是吗？通常都是发行后的半年后才会有 Home， 不是吗？你看那个，喜翠的索罗亚不是也是半年后才开启 Home 可以用，对吧？所以在这之间早就已经补完图鉴了。难道你的种花比较慢？说到这边，你不觉得平时没出事，种花就没事？啊，网络再搞就会怪种花了吗？就很可怜吗？怎么去个中华电信就好可怜哦，平时网路稳稳的没事，然后突然只是跳个电什么东西的，就问题一大堆。延迟需要先预定，因为大部分都用中华啊，对啊。所以才会说很可怜啊，平时没出事就不会怪在他身上，一出事就怪了。我的牌好像怪怪的。可是那我如果真的解到这个任务的话，他是不是不算我这个任务啊？如果我真的打出来，他不算这个任务的话，我会不开心哦。
嗨，小鱼，我怎么不装哦？哎，老鸡，结果那天吃完那个海鲜呢、啊，我不是说这那个海鲜怪怪的吗？我吃完那个海鲜，我回家有跑厕所，没有到拉肚子啊，但有跑厕所。等于你再要再解一次，对啊，雅克零一安安，我感觉这张危险危险的、啊。龙，哎，不对啊。我碰碰就好了，我干嘛？我在等什么？我是来解任务的哎、欸。你吃最多，其实单网也有点不舒服，对不对？真的最怕就是那种那个东西不新鲜。不是，我真的以为是蛤蜊呀、啊！哎，结果不是。你猜是等奇迹？我奇迹交换吗？是不是很想试？我所以我就想说，如果试案客有的话，那一个那任务是算什么？反正后面结算出什么就是什么了吧，对吧？啊，后面任务摆明就说你就是试战客，就是试战客啊，你没有得到一排场风法、啊。哎、欸，好像有机会有料哎、欸。嗯，我连想试战客都被你发现了吗？哎，早知道碰下去了。刚刚九连宝灯没弄下去，已经有人在发疯了。我之前剑盾奇迹出设为20大满，开图鉴之后完全不敢用。哦，好恐怖哦！你那个一定有鬼吧？那个有鬼的成分很高哎、欸。就像我那时候拿到那个色为雪妖女啊，也是改出来的，我就很害怕、啊。然后聊天室那位就一直说，他真的不好吗？怕什么？还是他说、哦、他说怕什么？怎么就说什么一大堆的？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反正丢电脑里面。西敏安安，完蛋！西敏出现了，各位，小雪，小月不是小雪，小月，你又多了一个敌人啊！你又多了一个跟你抢的了。反正别参加比赛的、啊，对啊，就是你不要去动到东西，单机玩，开开心心玩就好。来了来了，确诊第四天，安安，不是，汪什么？你那怎么念？我刚刚只看到确诊第四天，安安，他一定玩得到啦，除非我是看到他进来说，哎、欸，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。汪得汪打汪打油是吗？哎、欸，好耳熟、喔！汪在哪个动画里面有听到汪打油这个话、欸？我想要反号，我没有。哦，怎么会那么厉害？你们都会念哦、喔？汪打油，
欸，不好意思，他的账号里面也没有打油啊。五四三四九，完蛋了，西米也知道五四三四九了。你连房号都不知道，你现在知道啦、啊。我没看小松欸。たとえ神に見放され。啊，感谢最最火鼠，还有个什么棉被猫。我踢了，踢了。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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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进来了，你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后面怎么会有鸟？这鸟在干嘛？在偷什么？蕉啊，你在偷什么？你听成番号，我哪里有讲番号？你什么你？我任务也还没解完啊你！哎，斗阵比赛结束了、欸。没，你能蹭到一把端幺九就可以了，你就只缺这个任务是不是？吓死我！刚刚狂点桌面呢。嗨，无聊安安，无聊早安，无聊早安。冰山安安，嗯。然后西敏抢到我们的棺台，他会笑死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西敏跟小鱼抢到我棺台，小鱼才会气死吧。你们这样太针对他了，西明会哭哦、喔。他是真的会哭出来哦、喔。如果制定开古印，然后做出来，做说真的，如果制定开古印，然后做出来是会怎样？就会有古印的东西啊。可是修罗场没有啊。不知道这一代会不会延续亲密度功能？哦，你是说表现太好了，然后闪避攻击那些东西吗？嗯，目前看起来是没有。ランです。不过我那时候是蛮好奇，那时候不是日月有一个功能是好友可以送东西在那个人身上吗？就可能打到一半，说什么有个好友帮你提升 PP 啊，或是回复药什么之类的。因为那时候菜渣不是都用幼幼班的那个队伍去拖。来支援绿一色了，给我钱。这里是路过的墨鱼，嗨墨鱼你好。怎么那么多新加入的？你们是看多久才第一次打字吗？
墨鱼你好，但我下次哦，布雷克必须好。好，我下次应该会记得看后面黑鱼。龙です。好，夜桥出门小心，记得带伞啊。リンチピンフドラ。我说当然带啊，这个天气总不带伞。嗯，这是你自己的贴图吗？不是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在叫什么？哦，很叫屁呀、啊！九十九嗨，干你的！一、二、三，你做的事。你真的是很垃圾欸，材料。看一下哦、喔。垃圾鸟。啊，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。我想说，哇，有了有了，我的暗刻又回来了。很好啊，刚刚就直接杠下去。然后再摸一张，我就已经单听了啊！感谢西明的28个月，我怎么感觉我经常被拒绝？对西明好一点？不是啊，就是你懂吗？平时为人怎样，懂了吗？那个按钮太诱人了，你不觉得最后合的按钮更诱人啊？对不对？最后合牌那个按钮不是更诱人吗？怎么不往后面大众的不远大的那什么大大爱和不大爱？我们要远见。哼，你刚刚是刚好九种而已吗？还是十种？十种你应该就不会留了吧？你为人不好吗？嗯，这就攸关第一印象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就像安妮，我给她的第一印象就是，我们那时候第一次联动，她那时候就觉得说，这个人总在第一次联动开台的时候，在那边骗人说抽卡不会死。啊，不是啊，我当时抽卡真的是没死啊。欸，复活的几率都比死亡的几率还要高欸。结果他抽到死掉，我当时也是呆愣在原地，你知道吗？就跟嘉宾的台词一样，在原地措手不及啊，是吗？嘉宾歌词。对你突如其来的简讯让我措手不及，他突然抽了一张牌倒在地上，我也很措手不及。对，至少第一印象很重要，没错。那刚好九种十种不会，如果按到字幕的话，我会先按字幕。但那个第一印象过去三四年了吧？你是说对西敏的第一印象吗？不好意思，西敏我们认识好像不止三四年了。我们是不是从你还在初中我们就认识了？认识到你看你现在大学了，都已经在当那个唱歌主播了。
ロンです。有看到两秒延迟哦，哇好鬼哦、喔欸、所以小鱼舌头第一天就直接买了物质造型是不是？我那时候看他下线又上线，又看他改的那个名片跟那个头像都改成那个女巫了，我想说哇，打活动送名片跟头像这么赚吗？然后去打了一场，我说人总还没有送，去看一下物质卖的东西啊、哦，原来是付费的、哦。JOYCEN 啊，对的哟。哎，我只是想要啊、解任务啊，怎么那难解啊？鸡没有地址的心。哎，说到大课长，你在那边，人家去迪士尼乐园跟人家要迪士尼的东西。哎，不好意思哎、欸，你是还要，你还是不够吗？是不是回想起以前上班的感觉，需要抱点什么东西？你要解什么任务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满足你。我要什么你要满足我。四杠子吧。我的四杠子还没解开、欸、你要帮我是不是？四杠子零。不会啊，日本的很可爱、哦、我讲一下、哦、我不是最爱唐老鸭啦，只是唐老鸭的配色是真的比较好看的，蓝色搭白色比较好看。那天有人跟我在争论四杠子跟九连宝灯啊，我就想说，我就跟他说四杠子超难，比九连还要难。他说没有，九连比较难。我说哇，你想一下，四杠子有人第五杠的话，不是本人杠的话，就留局删掉了、欸。你气不气？我就说四杠比天河还难呢、欸。然后就说你可以，别人可以为你排之类的啊。我说哦，好啦好啦，那你要想办法摸到有三张一样的牌，你才能杠下去吧。然后我竟然跟人家在争论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哇，我好幼稚哦、喔，这有什么好争的？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去跟人家争论这个东西？怎么办？ドラゴン，你之前差点四杠。对啊，你看，比如说我准备四杠了啊，菜鸟在那边给我第五杠，我是不是也会气死？他已经不知道搞我几次了。我在那边双粒子啊，然后嘞。都给我九中九掉啊！リーチです。ロンです。四杠后就不能杠了哦。哦，不然就是别人杠走啦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哦。对不起，我要补充新知识了。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。自己不能杠，别人可以杠。对啊，我记得可以耶，就是你这边已经三杠了啊。还是你的意思是你已经四杠了，然后第五杠就是不吧？还是你的意思是四杠之摸，别人杠不了，合情合理啦，已经杠完了，杠完了，杠王，杠王。
可以问西明啊，西明有四杠子过哎。ない。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。哎。よし。你知道这个？哦，你真的，你知道你下一张就自摸了吗？リーチ、イーペイコー、チュン、ドラニ、ドラ、ドラニ。你看你少一番，你多了，你少了一个自摸，不，你少了一个海底摸月。哦，彩鸟哦。我最近自豪的只有健身环称号王解完了，哇，这么厉害的吗？虽然我没玩，总该轮到我了吧？解个任务很难吗？哦，因为西敏不知道在那边乱教是不是？西敏太扯了吧，西敏。ドラゴン。六六安安。我爸最近是下雨，想跑健身房又好懒哦。小克提结契约好的哦，对啊，很难呢。台风快来了，台风早就来了。想要无克契约，好像有人说三年吧。持续分解礼物。哦，对啊，你就是只能一直去打玩家，然后把礼物分解掉。差三个都抽不到哦！我当时第一只要结这只婚的时候，一直没抽到他要的，还是抽到别的东西。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的角色都喜欢海蓝宝石，我也不知道哎。我当时。每一只要结婚的角色，每个都要海蓝宝石。我每次都抽到画跟酒，结果导致其他角色要结婚的时候，很快就结婚了。我还有两只角色没结啊，左维啦，卡维，左维，砰，卡维还有那个那谁，八木维，这两只还没结啊。怎么？どう？好了，准备结束了。我无氪契约赠一年活动奖励。哎呦，很厉害呢！我还缺斧子跟胡桃。对。活动的礼物袋，
都给酒啊，对啊，每次都拿到酒跟画，酒画羊群嘛，如果酒跟画最多，羊群比较少。他说：“左维，这张要打在哪边？”他说：“要放在这里，有没有？”二筒放这边。好，全部的人一脸这个脸，这个人真的会打牌吗？你想睡了去睡啊，去困，去睡啊。无客有角一定都单抽，对吧、啊？都单抽卷。朵拉用，结束了，来扯丝带，快点，小鱼看一下扯丝带的画面。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。啊，有没有好了？有没有好了？你看，我就说担心的事发生了吧？两个人同台，没有担心的事啊。走喽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不用八？你怎么不用八木尾了？哎、欸，好少看你用这一只哦。这只每次的印象是阿杯。看吧，我根本就预言家吧，对吧？看一下哦，他们在隔壁桌，看来小鱼打牌会很用力的往右边挥一下之类的，用力往右边甩。嗯，哎、欸，我先吗？啊，要说啦，哎呦。繁星日吗？你是想打大神还是太神？雪月东安安，你怎么什么都会捧啊？你很适合去幽离台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去跟他台说，哇，狙击场场爆头的幽离主播安安，他会很开心。中，我不是说中吗？那不是念中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个不是念中哦、喔，我刚刚是说中吧？我知道那个念到。啊，鱼仔安安，你等我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昨天鱼仔第一把大四支，哇，整个恋爱融化。也因为昨天啊，昨天2022年10月30日，我跟闪闪分手了。对这件事情，我也觉得很突然，因为没跟大家说，我也不知道我跟闪闪在一起过。我们就在昨天莫名其妙分手了，又莫名其妙在昨天我才被告知说，繁星，我们分手吧之类的，完全没有预期啊，完全不知道我们在一起过，就突如其来的分手。我只是打说哇。这个 Diva 恋爱了，然后闪闪就吃醋了，跟我提分手了。没事，我找到更好的了，他在聊天室了，但是人家有男朋友了。我跟他讲说，我不介意做小三，你值得拥有更好的，你值得拥有更多的男人啊。ドラゴン，对吧，鱼仔？你值得拥有更多的男人。没啊，这台干话很多。原来我是专门绿撇的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你和错人了吧？你杀错了，你超像阿飞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喜欢 Diva 还是喜欢他？喜欢玩 Diva 的他，
好诶，图奇留言跑好快，没有啊，因为其实刚刚都在左边，不是左边，刚刚都在隔壁聊天啊，都在 YT 聊天。啊，只是我两边都会看啊，只是有人揪团我会看不到。哎，跟我说我跟你是不是啊？来来来来来，我飞给你看。我把我自己飞了给你看。没有吧？他都预设不到谁。すみません、角です。你还敢自摸啊？奇怪，你这胖丁贴图。红分也好，他故意的，他算好的，他就是想要跟我一模一样。这个人真的是恶心，我都有鱼仔了，没有啦。然后昨天闪人就说：“哎，不是啊，繁星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那你如果有空可以玩，你要说啊，刚刚就不会去找其他人会来找我。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想说，主揪的不是你，是别人的话，就让别人去用啊。”而且也不好意思啊，我后宫又加一的，没有啦。那个其实有，我也讲过啦，有男朋友的那些的，我也不会随便乱讲，是随便乱讲话啦。你看看那个嘎嘎，每次在跟我献爱的时候，我都说：“哎，你想一下你男朋友。”哎，那个嘎嘎，夸张。鱼仔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？我的台没有忠诚点数，但是可以给那个 VIP，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？奇怪，这台没有忠诚点数啊，怎么可以挂 VIP？ 我也很爱你啊，不行，你们这些有男朋友的，先不要好不好？ロン、感謝します。这个人。这个人夸张了哦、喔！他后宫不是后面一排在排队吗？谁？你说我吗？哪有？你看我回头就看不到克洛伊啊！啊，克洛伊！你后宫有僵尸吗？没有。没有的好吗？你是说优主播吗？优主播是拿来宠的，不算是后宫。欸，不能这样的，我对你的爱不能因为你有男人就消失。欸，不能这样子。欸，你要对得起你男人。欸，在前院没有，他现在在床上睡觉。啊，他现在在床上睡觉，他爱暖暖床，因为等一下他要去洗碗。后宫有棵蔬菜吗？没有欸，蔬菜的话真的在庭院里面啊，还在埋在土里。宠物的部分吗？当然不是啊。我很对得起他呢，我只是在网络上爱你，不行啊，你这精神出轨也不好。欸，知道吗？很不好意思。欸，敢不敢再来一张？不敢。那庭院有番茄吗？这很难讲。欸，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。よし。那你等我一下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也想去？然后你猜了，啊，他就没办法。
我猜了哪张？有吗？就刚刚正听好像可以触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哇哦，阿贝，你想干嘛，阿贝？リーチ一発ドラにドラ五八五两个人是条，想骗我？我想说，我怎么可能已经拆掉四战客？骗子！阿贝你好了啦，你继承了阿贝的灵压、欸，小雨。气！哎，鱼仔，你都什么时候玩斗阵？你平时私下会玩吗？还是就只有开台的时候你们会玩一下而已？教主在讨论什么？我们在讨论什么？说我有没有后宫啊？我说没有啊。难道你们最近有看我跟优主播在玩吗？没有啊，他现在剪片画画也比较忙，然后私下就跑跑光遇就没了，私下玩一两场就没了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感谢欧元爸爸33个月，哎、欸。我会生气哦，在讨论后宫佳丽3000，没有啦。刚才讨论我在绿别的男朋友的部分，我说没有好吗？鱼仔欧搭上瘾了吗？我昨天看鱼仔的等级其实也还好，他没有到成瘾的部分啊。我昨天看他50几等嘛，那因为最近真的太累了，跑去睡觉了。然后鱼仔昨天还跟我说繁星晚安，哇好开心哦、喔、如果繁星想我可以救啊，如果繁星想我们可以救啊，可恶，我以为他是说如果繁星想我，哈哈，哇哦，中文博大精深。感谢醉醉的26个月。笑鼠，是不是中文字断句很重要？哎、欸，你好多字哦，快抓狂了！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感谢老居的46个月，46个月耶！感谢します。哎，飞了，完了！你看这个人。虽然口口声声都说不会口人之类的，你看有时候运气来就是这样子。那感谢 YUTI， 感谢你，感谢你被欺负了，好扯哦，烤鱼走了，烤鱼无聊，马同学啊，莫学。我把我该事情做完，你做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你把你男友埋在庭院了吗？中文博大精深，对啊。我也不要浪费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你这个钱真的是这多少啊？你也不要浪费一下。感谢利恩的50000块，那哪边的币忘记了？那感谢克洛伊的30块港币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该丢啊？算了，丢这张。哎呦喂呀、啊，哎呦喂呀、啊，嗯，没有啦，我没有。我没有埋人哦、喔，我没有理人。你想说你没有理谁？碰！
哇，你们两个不准在一起，听到没？你们两个不准去登记公证结婚，懂吗？你埋人干嘛？你不是整天就想把人家给口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欧搭都是人家揪我玩，我才会去玩，平时也不会去玩。然后不要在那边嘴说什么啊，我揪你玩都没玩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哎、欸，现在六个人变成五个人了，好吗？那再来，哎、欸，故事模式又只能四个人。我想说那天我更新好了，我还私讯揪口说，哎、欸。重开更新好就可以玩故事那个 PVE 了，就看你，然后九口，然后舌头，不知道第五个人是谁，那第四个人是谁啊？你就开始已经制定对那把游乐场了。我就哦，好吧，原来小丑是我自己，我以为可以跟你们一起玩，结果殊不知被排挤的是我。那你要不要来玩？现在吗？哎、欸，我困难模式以上都还没打过哎、欸。相信你一把，整天想口人的不是你。难道是我吗？哎、欸，看到无聊这只，我才想到我们有一起玩过、欸，哎，哭啊！只是最近在看一些台 V 的台，在想说这无聊好耳熟哦。哦，原来我们已经早就认识了。我们排一个路人就缺你，我是路人哦。你们现在在打吗？骗子，没有啊。哦，你说那天你们打故事模式吗？我是整天发情的部分。发什么情？ドラゴン。你看，没有我吃你这个，他哪会摸到二筒？哎、欸，他二筒打出来了啊，可惜可惜。只怪我们爱的那……我都想说，你们那天重开游戏之后马上开始啊！感谢棉被猫的九个月，感谢感谢。八情去找半吊又是谁？可以不要一直莫名其妙出现。故窝没有的 ID 吗？像那个小过儿，哎、欸，我那天才好笑哎、欸，那个谁，小玉，那天小过儿，我们走在淡水的路上，他被一个小孩子串来串去吓到，他说以为那是只狗，他说以为那是狗。对不起我，对不起什么？不要浪费，我只是因为刚好要准备上楼才口人的。哎、欸，没事啦，想说有时候排运来啊，你怎么胡就怎么口人啊，对吧？在某蓝猫台抓到野生繁星哦，你是说乌咪吗？哎、欸，乌咪也是可可爱爱的哎、欸。过了三个北还好啊，没关系。你是说我们的群组大大吗？对，上任十分钟的大大。谁？又发生什么事？感谢黑月的35个月。こんなもの。我心痛的啊，不用。你在讲啥小友？你在讲啥小友？因为那时候就是前天在跟那个，好，因为。我鱼仔在吧，就是我919生日的时候嘛，那时候闪闪才
突然跟我要赖，我说怎么了？之前跟你要你不给我，现在怎么突然跟我要赖了？然后他就发送那个赖的那个送礼的东西给我，他叫我去星巴克领蛋糕。然后就在前天，那时候刚好有那个干爹来台湾，然后想说，我家离星巴克真的很远，然后想说他趁他来的时候顺便去领，结果就是他给我的蛋糕已经缺货了。我就选了轻乳酪蛋糕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：“哎，你的蛋糕我终于拿到了，对吧？”所以那时候我才，我就想说奇怪，礼拜六那天什么忘记前任什么什么现任什么之类的，我想发生什么事情，就去打招呼说跟他讲说：“你又失恋了哦、喔，这样子。”然后说我蛋糕拿到了，他说：“等一下，我现任来了。”我说：“谁？又是谁？”没有，谁是你现任我吗？我说繁星啊，新的男人对，然后就跟他干话就很多啊。你也知道他有个扳手叫阿长嘛？那阿长又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我，然后常常都会跟阿长说，闪闪会跟阿长说，阿长，我跟繁星你会选谁？他就说繁星。然后问久了就是，阿长，他直接回繁星，所以他真的很矮吗？谁很矮？他有新的宝了，哪一个 JT 吗？还是谁？没事啦，旧爱还是最美啊，对不对？我下次出现他还是会繁星这样子叫我，信不信？对啊 ，JT 啊，正常啦，正常。我现在有新欢了啊，对不对，鱼仔？他每次去 JT 台都说他死了，哇，这个人讲当初他也没有开车开到这个地步，哎，是什么东西带坏了他？是不是小光跟你啊？是吗？我是被他带坏的，笑死！哇，那他是谁带坏的啊？天啊！他以前还没坏成这样子啊，因为我以前在他面前还是有所保留，没想到他已经变成这样子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的？我找不到你那个 VLOG 的影片呢、欸，昨天想说，应该说早上想说看一下是什么，又找不到，你会不会不爽吗？结果你们那群男生都一直鬼叫，不是吗？凯基也很爱叫啊。想说一直都来吸奶，来吸奶吗？来吸我的奶奶什么之类的。闪闪说那是最近影片，骗人。我看你最近的影片都已经两个月了，我想说都没有什么影片啊，他是看到鬼哦、喔。砰！他们都故意营叫害你方，我也觉得有时候太刻意的叫，我真的很不想理他们、欸、就像小光好了，每次跟他玩那个全民 party 还是什么，他唱完之后都会补个哦吼之类的，我就，哎。我都是，哎，啊，你叫任你叫，超北西，对啊，因为太刻意了，就觉得很，听久了真的是已经觉得没必要，小光没必要。啊，怎么那么突然？后来我就加入了，你加入了李光吗？还是加入了谁？请问你加入了什么？你也跟着加入叫了呢，我怎么没听过你叫？看，加入了嗯哼叫。哦，你也会乱叫了吗？我反而是让你鬼吼鬼叫的那位。哇，不是，你是让我喉咙受伤的那一位好吗？
啊，魔物就躺在那边让你打，让你撞，你还可以勾错地方，撞不到头，我也是认了啦啊。論です。他们停不下来，我只好加入了。是啦，不然你不配合的话，对不对？感觉是你被排挤。这个社会就这样子，你不加入就是被排挤的份。对啊，好可怜哦，对吧？委曲求全。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，我本来那天唱歌想唱这一首的，结果那天点一大堆五月天的歌，我想说算轮到我应该还很久，就我就想说先点那几首，点完几首还好我没有一直点下去，不然他们那首五月天的那个五月天连发，当轮到我的时候就变成我的那个连发。幸福安安。論です。他收起来了，难怪你找不到翅膀，只有我看到啊。看到什么？不是啊，你那时候明明就可以靠近头，你那边接近手那边勾，我就在想说你会勾到手。哦，你说斩龙哦，白痴。欸，鱼仔，你是全方位都会玩吗？盘斧输出都会玩吗？我跟你讲哦，我打斗阵开始不玩输出的原因，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玩原石跟闪光，然后这两只都是短枪嘛，就短手的，就是打不到法拉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就被一个坦克嘴说，那种嘴说输出可以管一下法拉吗？然后另外一个输出就说他不太会打法拉，然后就全部怪在我身上说，那另外一个可以吗？我说我原始怎么打？他说不会打就换麦卡利啊，换那个76啊。然后我那时候就瞄不到，就这边嘴说不会打法拉还玩什么输出啊？从此我就踏上了捕尸的行列。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说玩输出压力超级大，会被嘴。那但现在你看，只要输出输给坦克就会被嘴。不是啊，你看一下，现在坦克被加强又硬又痛，如果今天没有补尸补他的话，他哪来的痛又硬啊，对吧？所以很多有时候去看人家的台是说，哎，这两个输出是怎样？我伤害都赢过他们哎，这种话，我每次只要听到这种，要么就是关掉他的台，要么就是去看鱼仔的台。我输出点不到，对啊，所以我才放弃输出啊。因为其实我在玩竞技类游戏，我手都很抖，我手真的超抖的哦。而且如果天气太冷的话，我会连脚也一起抖。把原氏当夺命来玩。啊，我又很喜欢看人家玩狙击，真的，一枪一个，又盯到头那种，哦，好好听哦。哎，感谢马同学无聊跟墨雪。你排位终于上去了，同二，哇，恭喜恭喜！小雪汪，请问这个是谁？哎呦，青老头，雨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该遮你。哇，你没打过有人场哎，战无记录，请加油！啊，真的是你哦。没事啦，反正像是小光、李听那之类的，他们都超爱输出，给他们输出。
那就好。Raining day， 雨天吗？啊，你的哎，那个天晴晴朗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给点尊重好吗？才第一场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才第一场哎、欸，给点尊重哦、喔。没有啦，开玩笑啦，开玩笑啦，不要理我啦，哈哈，不要理我。嗯，我图好哎、欸，你好安安。如果是来乱的话。你很快就会不见哦、喔。好了啦，冠良，还想国啊？冠良，别国了，醒醒！你是不是只会国了？莫非你手上已经九张了？三四五七，哎、欸，好扯。那不要跟他玩，跟我玩，玩什么？等一下小雨你要玩什么？马追呐！哦，还有最近斗阵 YT 那边有直播啊，官方直播啊。记得登录账号进去领挂台哦，会有斗阵联赛币，哎，可以换那个他们战队制服。啊，我推荐是换粉红色、蓝色那一队的，粉粉嫩嫩的，蛮好看的。不然就是黑色、金色那一队的。没有，不是说支持哪一队去换哪一队颜色，因为有些颜色特别真的是特别好看，我才去换。你看粉球粉球的仓鼠飞轮是很可爱吗？粉嫩粉嫩的，不是我刚说仓鼠飞轮，但是比起粉嫩粉嫩的仓鼠不是很好看吗？第一个小时，第二个小时挂两小时那个，不是不是 YT 的 YT 的，你 YT 那个要挂。哇，那个是斗阵比赛，而不是一般实况组开那个斗阵掉宝的。哎、欸，你应该讲一样的吧？四号就要飞出国了，你要去哪里？看，粉嫩粉嫩的最棒。我就蛮喜欢那个啊马卡龙色系的啊，相信你应该也是啦，因为我看你的画风就跟不是跟我一样啊，就是我很喜欢的配色一样，就是舒服的颜色，对吧？所以那时候其实看到你的作品的时候，觉得哇，好棒哦，还想九连宝多久啊？我想国士无双啊，冠良，不会有太亮太暗的颜色，对啊，就是饱和度太高，会觉得眼睛很不舒服。其实那时候在我跟他们玩那个斯普拉顿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其实有些颜色我特别没办法玩。如果在我们这一队的话，我会眼睛眯的，或是皱着眉头在那个玩斯普拉顿。有时候跑那种饱和度太高的，其实我会很不舒服。去韩国这么好、喔，你怎么知道我想要韩国的东西？欧尼，欧尼，啊碰。很亮的黄色或绿色，对啊，
就是死就饱和度太高，所以那时候有时候我接一些委托，他跟我讲说颜色要再亮一点之类的，我就不要啦，真的很丑啦，而人家付钱我就是很委曲求全的画完，真的是眼睛要瞎了、欸、因为我怎么讲，因为主要是我们的线稿就是比较偏那个嘛，偏咖啡偏淡，爱用那种高饱和度的，你线稿又要变黑色，变黑色又觉得眼睛又太锐利。我想要啥随便啊，只要是韩国的都可以啊。真的啊，是皱眉头画完啊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在 Twitch 开直播？因为我前几天在玩那个你画我猜，他只能跟 Twitch 玩，就观众猜，然后你画你的，观众猜。小熊熊安安，还有吗？看一下，如果等一下没什么人，就休息了，就休息打欧搭了。闪闪还在睡，没事啊，他都已经喜新厌旧了，对吧？我跟我的新欢一起玩，怎么了吗？没有啦。リーチ。你又睡熟了，没事啦，已经打了快两小时的码了。可是你的新欢片片还没做出来，那你要先去做片，我可以陪你拍片片。没有啊，你先去忙啊。那你就不要拿闪闪来压好吗？你就直接跟我说你的片片还没出，还没剪啊，我就会体谅你，等你片片剪出来。不然我也只是私下在那边干魔物猎人。贴心的繁星哦，你知道我都想改名的，不叫繁星叫贴心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句话有好笑，我跟你讲，你再认识我久一点会觉得更好笑。好笑的什么？因为我碰了是不是？哎，还可以啊。真听啊！麦，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。这不是。よし。ツモです。嗯，贴心，对啊。然后可能就讲来贴贴，我说哎、欸、叫我。我以前都看你的图，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，我以为你很文静。打五条啊！我不要啊！我不要啊！我不要啊！我傲娇啊！没有，我以前也是真的不怎么爱讲话啦，是真的开实况之后才开始比较说话的。原来很鏘，那是后面的事情。我以前不是这样子。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说我不适合，我不是做实况的料，我比较适合是那种陪玩，然后就是有背景音的那种陪玩嘛、啊。你们在就是比如说今天五个人四个人开台，就我没开台啊，哎、欸、不好意思你两次了哦，就是就刚说的嘛，就比较适合是陪玩，然后有出声音的那种，因为干话特别多啊。我以前也不是，自从认识闪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可是不会啦，你看你认识了闪闪，你才认识到我。
你以前看我图，而最近比较不爱画图，最近画图太累了。你也知道嘛，有时候不一定你想画图，手感就来啊。有时候开台还不一定画得出一张图来。是不是真的要 MR 49啊 ？MR 要50，所以我才想说，不然哪天我们就突然来冲个等级好了，冲到50。真的，有时候手感不是很好的时候，画图是很不爽，很不舒爽，真的啊。那时候他们也都是跟我讲，你可以开台画画啊，那你可以开台做什么啊？我说，不是你真的把，画画想得很简单。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说，我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把画画的天赋点到唱歌的天赋去。你看，你今天心情好，你开个一小时的唱歌台也可以吧？啊，你开一小时画图台，顶上开花。你开一个小时的画图台，你还生不出半只猫、半只狗出来。而且你看一下，你可以今天在逛街，随时随地看到人家在那个街头艺人啊，可能就找个路人一起开唱哇，你可以过去。啊，难道我要带个绘图板跟笔电在路上？这个街头艺人在画画，跟他尬画图这样子。Yo battle， 你跟我真低合是不是？啊，就是因为，会师习会师啊。これまずいの。对对。你看，我们会画图，又喜欢玩游戏，啊，又认识闪闪，哇，天哪，这个缘分，这个巧合，我们想都是为我们设计的啦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撩路啊？要不要教你一句话？要不要？我教你。鱼仔，我教你哦。你等一下去跟路说，路，你就说你要去看耳科。然后他会问说怎么了，你就跟他说，因为好久没听你说我爱你了。还是他每天都有讲，那就换另外一个，我想一下哦。你去撩闪闪，他搞不好听过没有，我没撩过闪闪。可是我们都会说，那换另外一个，不然就是说你想去学跨栏啊，这个很久了，这个应该很老了，就说你想学跨栏。他说怎么了？因为我想要跨进你的配偶栏，这个很老了。所以那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说：“你好扯哦，为什么都开始在撩观众之类的？”我说没有，就是他们一直想听我撩他们，因为我想哦，可以等长安起床，哎呦，对不对？我当时会开始撩，就是今年的一月开始，那时候就他们那边起哄抖内，就说要听这个声音就是要听这个声音，然后那时候是开始开撩他们，都是观众太爱我们。我以为你是画画当成兴趣，我画画是兴趣啊，我不是相关科系毕业的。我其实应该说我画画已经12年了。我是出社会之后，就是出社会之后才开始碰画图。所以我那时候把我第一份工作的钱拿去买绘图板，然后马上穷死了。然后那时候就有爆发说有人那边该说，你把钱浪费买绘图板，你把钱给我去买那个化妆品还比较好，这种话，对吧？就是之前遇到一些比较机车的妹子，就是她怎么讲，她觉得她是公主，身边的人都要应该要就是围绕着她那种感觉。那那时候我们就是在鱼仔有玩过开心宝贝吗？这个 FB 游戏哦，你也不是相关科系毕业的，哇，厉害哦。
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玩了这款游戏之后，我想说，因为那都用滑鼠画太累了，我就想说，为了那款网页游戏买的绘图版，结果他就说浪费钱。那之后就是跟他有口角后，他就号召一些人把我就是排挤、封锁之类的。小时候很疯，对吧？你才是公主，嗨，小公主。这种妹子不好，看看我和闪，我们大闪闪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买化妆品送她，还说不要，你拿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啦，霸气。我会学她讲话哦。我想一下哦，他会讲什么？哦，滴在后边，滴在后边。啊，我的队友嘞？啊，那东西呀？啊，左边，左边，啊，左边是哪边？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，他就问说右边，右边是哪边？我说右边是左边的另一边。我那时候在聊天是这样打，他好像激战没看到。啊，尿尿，东西了，东西了，可以尿尿了。哎、欸，鱼仔就没玩日麻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日麻你应该会没兴趣。不过大闪闪有玩日麻啦，那时候只要有他的角色，他喜欢的角色有出新的衣服啊，像这种新的衣服，我都会贴给他看。他最近好少玩了哦、喔，应该说他最近都没有在玩，没看不懂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这个，玩这个比较不会痴呆啦，因为他的排列组合很多，可以稍微玩一下，一直就可以去尿尿了，不用好吗？刘局就可以去尿尿好了。好欸，感谢江海能第一名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然后他就会射了什么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没有啊，射了是另外一个吧？看鱼仔这个，看扯断，还会抖欸。你看这款游戏被归类在恐怖射击。那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，还有什么 Roguelike， 我先踢掉了。小熊熊，你抢得进来吗？小熊熊，哎、欸，我先去尿尿。你看，它还有其他香香的。你看，这只因为这只是我第一只抽到的角色啦，所以特别有爱。给你看，看这个香香的，但是身为兔控的我。其实比较爱的是这一只啊，先给鱼仔看屁屁，我先去尿尿。
回来了。你玩这个没人看，你自己看就好。对啊，这是玩给自己看的啊。哦，你是说观众没人看啊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一大堆观众都有玩日麻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你想不到。我在想我，我那时候就是接触日麻之后，因为我其实当时很排斥日麻，因为我怕被观众教说或粉丝啊教说怎么玩。你也知道被教怎么玩就心情很差嘛。那可是那时候就是我们干爹群里面太多人玩日麻了，后来就想说，好啦，不然开个观众场，然后开始学，就才知道一大堆从来没在聊天室出现过的，因为开了日麻之后都跑进来，对不对？你们这群有很多也是我开了日麻之后加会员进来的，以为就私下能跟我玩到。啊，确实，私下要跟我玩到还是要抢欸。我就会在那个聊天群说，有没有人啊，减三哦。然后就等了大概五分钟没有人，然后好不容易满了，才会开始陆续跑出来说，啊，我慢了。对啊，就其实很多是开始有玩日麻的，然后才开始加进群这样子，然后也才这样慢慢认识他们。如果哪天你玩的话啊，我跟闪闪很乐意教你怎么玩这一款。闪闪当时也是当时也是学很快欸。跟普通麻将有差吗？有。如果你说台麻的话，其实差，我不是说差蛮多的啊，因为它有个排列组合跟规则，有这些要背，它的游戏规则要背，但是你背起来之后，你可以把小牌弄得很大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可能分数只有1000、1000、1000的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1000+2000+3000这样子慢慢把分数加上去。哎，应该说最后结算有个一个表，那个表就是你这个排列组合有搭到什么组合，最后会算出来。你现在讲义他听不懂是什么，所以有时候要以他玩过的游戏或他理解的东西来教人玩游戏。我想说我会打普通麻将哦，差别就差在没办法随便乱吃碰胡，因为日麻不允许就是没有脑袋的玩，因为台麻就是你只要有吃有碰，最后反正最后剩一张胡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日麻不行。哦，对耶，我可以请一位干妈教你打日麻，他用了，他做了那个 PPT， 然后一次教会了5、6个人。不会打日麻的人打日麻，然后那群刚学会的就整个嗨到一直在打日麻。日麻系，他们家还有电动麻将桌呢，就是那个小鱼啊，那位小鱼。我们台聊天室台规有个双等于，就是他为了他量身定做的。你是不是位牌？
你太扯了哦！你突然停下来，是不是在看我的牌？你老实说，快点！装等于很多台都不能啊。没有啊，我其实双等于还好啊。你看，其实玉仔有没有看到？这些其实都是小牌，一番你们看，这只有一分一分一分，然后最后就是有凑到一些特殊条件啊，达成的任务后面委托会比较多。四期我都有在想，在想什么？在想我吗？不好意思，没经过我的允许，你不可以想我，好吗？就像鱼仔，我现在允许你想我了，这种干话，这种霸道总裁的干话，那时候学一大堆啊。女人，我现在允许你想我了，这种柴梅味，好。我比较好奇，有时候五班只有8000，但是有时候四班就只有1200的，那是因为你是不是庄家，或是你是不是合到庄家的牌？就比如说，我是子家嘛，但是我合的是庄家，所以会乘以 1.5 倍，所以8000会变1200，懂吗？或是你是庄家，你合谁都是1200。有懂吗？这样有懂吗？好像来那个鱼仔，我跟你说一下哦。去你的！我这个牌，你看我不是听这两张吗？对不对？如果我合的是右边那一张，我会多，我的分数会更大。那如果是左边那个，我分数会少一个。原因就是因为断幺九，就是我的牌里面没有一跟九，还有字牌。如果合到的话、就是断幺九。如果合到的是一的话，我的牌就会变小一点。鱼仔，去你的！哎，怎么可能对你说去你的呢？可恶！都你啦！哎、欸，瞳孔地震是怎样？是不是眼睛是很多条线，那瞳孔很多条线的那个、啊？哎、欸，既然鱼仔，那你一定认识王金发吧？对吧？你如果都有在做那种图文影片的话，那你肯定认识路人吧？谁啊？笑死！路人的影片你没看过？里面有个王菲菲啊？没有，先问一下人家知不知道？不知道我学要干嘛？我那时候就是学给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人。啊？谁没听过？我就在小光台那时候唱歌啊，学，结果只有两个听过，其他人都没听过，对吧？对吧？那时候鱼仔好像也在啊。你看，刚刚就是多了这个。去你的感觉就在调节说，我操你！你是说在耳边轻轻的说？去你的哎、欸、很恶心哎、欸、不好意思，这个怎么可能会在耳边讲出口咧？
通。你没想到你工作弄好还在开，对啊，没办法，发现好多人都还没打到。原来如此，对啊，我还是很体谅观众的吧，有些人还是想打的啊。他、啊、只是观众开始起来了，有些打不到的陆续跑进来了啊。哎、欸，你看对面这个有没有？就很明显的想搞事，然后这时候不能打筒子，筒子很危险。也不能打字，字很危险啊！这时候能不打就不打，很危险。完，张凯说：“来啦，给你。”繁星最希望日麻复刻哪个联动？不是下一次是那个吗？日麻少女吗？繁星，你现在爱的是谁？什么意思？你现在是在问我吗？我允许你这样子问我吗？过来。我现在爱的是谁哦？我要想一下哎。因为老实讲，去。老实说，被闪闪甩了之后，我不知道我还能爱谁。龙啊，小三元，我的天！我怎么忘记有红咒这个不能打？我的天！我说是我哎、欸，闪闪啊！闪闪起来了吗？请问这个三三 Q 是闪闪吗？欸、不好意思，你为什么不是中文 ID 啊？谁会知道你是谁啊？欸、不好意思，你起来是不是？那是不是要打斗阵了？等一下，昨天我们不是分手了吗？昨天你不是在跟其他男生一起玩斗争的时候，就把我给甩了吗？我太伤心了，我才伤心吧！我昨天离开了你们，我其实在床上哭，你知道吗？哭到睡着，我以为我爬得起来，但我爬不起来。此矿界水好深，对吧？这个水很深欸。乱讲，哪有乱讲？昨天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。昨天就是鱼仔第一把炸了四只，我说哇，这个第一把这个大，恋爱的。然后他只是在他直播上面说出来，你就跟我讲说好啊，繁星都这样子啊，好啊好啊，你去跟鱼仔，对吧？你去跟鱼仔吧，对不对？我没造谣吧？哎呀，你们昨天看到几点啊？昨天被揪去一个来路不明的台，哇！我昨天好像被转车了很多哎、欸。你昨天好像揪了 A， 然后揪到 B， 揪到 C，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到 D 了、欸。已经到宜兰罗东了、欸，你们私下还在聊天呢、欸，繁星，好扯哦。好吧，看来受伤的只有我。哎、欸，闪闪，这次有活动，你要不要打？就是日麻有活动，记得打哦。就是以往的活动啦，就是三个任务，然后翻牌。
造谣仔哪有造谣？你来直播，我要播记录档了哦。我去找了，我去找了。鱼仔会打日吗？不会啊，我刚是说闪闪吧，我没有说鱼仔吧，不好意思欸。另一个造谣是不是？来，我们2022年10月最后一日的造谣大赛开始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闪闪在开台？不好意思，怎么了？我要找直播记录了哦。我在看直播记录了哦。那是我妹。很低吧？啊，这一关。哇哇，那粉嫩粉嫩恶魔了！哇哇，干你老师！对不起，我忘记有脏话了。不行，他们鬼话太多了，等一下他们一些鬼叫太多了。还要确定真的要玩这一次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你没有玩，你什么时候才要玩？要不，好啊，如果奶妈满分100，我这次哦，想起来了啦，我是说我愿意当小三哎、欸，然后鱼仔就跟闪闪说，繁星说他要当我的小三。对，我只是想想而已，我没有要做，但是你还是把我给甩了。所以你不喜欢我叫吗？叫什么？你要不要打？你等下要不要打？我说斗阵。不行啊，他把直播记录改成会员限定，可恶。想想而已，对。我还躺在床上，我知道啊，我回头就看到你了，你在瞪我不是吗？还在边滑手机边笑。哎、欸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这么快吗？哦，对耶。那过来抱一个，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哎咻！我回来了。没事，我帮他翻身。鱼仔什么东西？你以为是打什么？打什么东西？你看，还没有打完哎、欸，天啊！请问，不好意思，要打这个东西，请在11个小时之后再讲出来。哎呀，我的外送来了，我去拿。哎呦，这么晚吃哦，天啊！帮他转身，对啊。有时候太累，睡觉会忘记转身啊，然后起来会落枕。你还没吃？不是啊，啊你。你现在跪下来没有啦。好啊，我捧给你吃啊，来啊来啊来。我跟你讲，上次已经被吊过了，我不会再上当的。你要我可以捧给你吃啊。我上次直接很大声的在实况上面直接讲漏出来，
不是哦，再说一次，这就是中文的博大精深。因为稍早鱼仔有说，因为我问他要不要打斗阵之类的，我说私下啦。啊，他说如果他说的，他说如果繁星想，如果繁星想，我们可以约这样子。然后我看成如果繁星想我可以约啊，我说哇，还有我那时候开心了一下。好，飞，拜拜。没有，他是想，如果繁星想，然后他没有，他是空格，不是打逗号。然后他说我们可以约。然后那时候因为在打日嘛，然后聊天室滑的那时候稍快，我看成如果繁星想我可以约啊，很开心。哎，你要知道，今天突然一个人来撩你，刚好又戳中你的点，你会不会开心？会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阿闪？果然爱会消失啊！我跟你讲，消失了，慈悲可以把你复活起来，对吧？我跟你说，还记得那天，也不是那天啊，还记得昨天，我的安娜只补你一个人，也不是只补你一个人啊！我，你知道，你昨天在玩的时候，我会再回头看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在玩夺命女那一场。我射一射，射对面射到一半，我一直回头再看你。你想一下呢？你还在实况上，哇，暖男暖男！我看到你的血只要过一爆，我就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而且，拜托你们输出或弹，请尊重一下补师，远离一些遮蔽物，真的补不到。有时候你们都很喜欢去小房间或遮蔽物里面打架啊，根本补不起来啊。为什么你可以射别人，我还睡别人呢、欸？拜托，我昨天跟你玩的那个，我还睡了原氏跟炸弹鼠，这样厉害吧？老阿嬷都在那边睡了，嗨，吃吃安安。我昨天最后一局玩补，我去睡了啊，本来想要补档的啊，我想看你的视角，只有我一个补，他们完全没在保我啊，不就跟那个谁第一次玩慈悲一样吗？怎么复活？怎么复活？我不知道怎么复活啊！然后说什么？你们老实说，我慈悲是玩得很好。那、啊、你们不是嘴说，补到2000的慈悲，我第一次看过啦。而且你那时候不是也是一个人玩那个吗？和尚，那时候你只剩你一个补。碰！哇，他们也是偏过分。哎、欸，我是他们，我就去保你了、欸。哎。理解。然后啊，台上讲的干话，你们听听就好啊。啊，闪闪跟我提分手这件事情，那也是昨天的事啦。今天可能就复合了。啊，你要吃什么啊？你要吃什么？中午了，吃什么？牛肉面、馄饨面，根本没分手，你单方面找别人。不是啊，我稍早也说了、啊，我说人家其实有男朋友的，我其实会去避开这种话。啊，只是我有两个观众。就很爱背着男朋友在面试在说繁星爱会消失，我对你的爱还不够吗？我说不是，哎、欸，你不要让你男朋友都头绿绿的、喔、而且在实况上你这样子跟我讲。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在面试说什么没事啊，他没在看。然后下几分钟之后说啊，被他看到了。你有男朋友啊？我知道啊，所以我被甩，我活该倒霉啊，对不对？
对不对？全都是我一厢情愿，所以你要接收了吗？请问你要签收我的一厢情愿吗？啊，是我啊，真的吗？哇，好啦好啦，给你爱心。哎，我这边没有爱心贴图啊，哭了。我看一下有谁的爱心贴图可以用。我怎么被镇定到这么多贴图啊？天啊！哇，免费仔。哎、欸，对耶，还有人送我鹦鹉贴图，我都忘记用，可恶。对对。リーチドラ。哎，我还有之前斗阵的贴图哎，你要看吗？之前斗阵联赛的贴图。二五八什么鬼？斗阵斗阵斗阵，第一个是死神，再来是麦卡利，不啦，金梅塔麦卡利，猪和尚的脚 ，CO， 这几个，其实很多啦，我。还是我一次贴，我刷自己的版可以吗？我洗自己的版哦、喔，等一下，我把之前斗阵联赛那时候的贴图贴一贴。这个。其实我没有挂满了，你现在这么早开台哦、喔？其实没有想开啦，那时候是因为我想要解那个雀魂任务，啊，有时候一两场解不完，我想说干脆就开台给观众一起来玩，不然这时候我都在第一台啊，也不在第一台啦，就是东看看西看看，然后也没干嘛。最近在玩《魔物猎人》呢，所以白天偶尔都是一个人在打魔物。哎、欸，好像，哎、欸，不行，在对面，算了。我的宝贝们，我回来了！嗨，大家的宝贝们，鱼仔回来了！是不是有料？是不是有料？阿航安安，这个很危险，这两张很危险。怎么刚刚那句有点孤单？早上自己打魔物？不会啊，因为那是私下自己弄素材啊，就是在为将来做准备的东西啊，怎么会孤单呢？伙伴。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だ。我都自己玩比较多。对啊，还怎么会没该说？该说我很可怜。下次我会早点起床陪你打的。没事啦，真的没关系啦。啊，你现在先吃饭比较重要吧？你要先吃饱。还重要，你已经习惯单人游戏了。你怎么在打这种情绪勒索的发言？很恐怖哎、欸！完蛋了，以为可以绿一色的，那我要出门了哎、欸。
没事啊，我愿意等你啊。不是，你要出门了？对啊，我要关台了。我们等一下不是要一起去吃饭吗？啊，你要吃什么？不是，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去哪里？你那边没下雨，我知道啊。啊，自己注意安全哦。啊，我的东西不要加香菜，谢谢。哇，好亏，才6000。海底ハク本一ドラさん。ハネマン。你会加满满的，不行。这样子我不会让你从床上下来的。你也不要香菜啊，鱼仔，我们怎么越来越像了啊？天哪！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。让他下不了床，对啊，就要在床上把香菜吃完才能下床。砰！你也不吃，那你要加屁呀、啊？ジ、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。香菜不要丢给我，香菜丢掉对不对？蛋雕，香菜蛋雕，砰！来，开始宗教战争喽！为什么我只剩一个最渣的？不是啊，你要知道，女生往往最刻苦铭心的就是伤她最深的啊。阿神，还有红鱼燕，还有那个谁，都是爱我的，还有那个谁。请问那个谁是我吗？不好意思，那个谁是三个字，我是繁星，我只剩下那个好吗？那谁？对，那个谁？不好意思，我有名有姓的，请叫我老公，谢谢。七，有名有姓的，请叫我老公。对啊，阿神那么爱你。那只兔子谁？我？不好意思，那只兔子是四个字哎。角。好扯哦，带鱼飞了。哎。今天终于有人飞了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呆鱼辛苦你了，呆鱼。呆鱼最后的灵压没了。呆鱼跑了，呆鱼哭了，你看你们，把尾刀留给我，你还跑了一只小鲤鱼。阿神口口声声说爱你，都在听鱼仔台。没有啊，他昨天有在你的台出现呢。你们还哦，在鱼仔还没开台前，阿神有出现不是吗？鱼仔开台后，阿神就跑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加藤优一，终于有人飞了。好，走漏走漏，果然吗？阿神只是听我声音会跟你聊天，哇！天哪、啊，这是什么精神出轨吗？他就是那个梗图有没有？男女朋友走在一起，男生回头吹口哨那个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前面的女生是闪闪，
被吹口哨就是鱼仔啊，说得通了，说得通了。你在等电话不能打，没事啦。牵手的是我，看的是鱼仔。对啊。你跟阿神是不是很不熟？为什么阿神都只能跟你聊天，都只跟着在聊天？哎，有时候很多事情搬出来讲就很尴尬了，懂吗？很多事情虽然问清楚比较好，但是问完之后，尴尬的就是问过的人哎、欸。男人啊，男人，嘿，怎么了？女人讲我了吗？男生跟男生会有敌意吗？会啊。为什么不会？拜托，女生跟女生太好也是会有敌意的哈。你看，男生跟电脑太好，女生也会不开心啊，对吧？你到底是爱 LO 还是爱我？你去跟 LO 在一起好了啊。我对闪闪只有爱意。可恶，你们这种话题可以半夜深夜再打吗？不然就是你们现在开台，我关台，我去门聊天室打。色情台，其实我也会在我的台上开车啦，但是不会到那么明显，不是那么明显啦，也不会那么刻意啦，对吧？有时候我也是会自己开车把自己开到笑出来啊，因为觉得怎么当下可以自己想到那么好笑的东西。上面怪怪的，还行呢。他们跟你讲，赶快去搜寻 YT， 搜寻鱼仔当家，好吗？那吴奇不啦不啦，啊也去搜寻闪闪啊，这两个都是声音好听的妹子，好不好？最近常常都是开斗阵台，然后他们的对话内容会比现在聊天室打的内容还要嗨很多啊！不想错过的，请赶快去搜寻啊！鱼仔当家啊，还有闪闪。哪有？没有没有，我说他们的对话内容，不对，不是啊，五个人之中啊，你也只是占其中一个啊，我没有说你是啊。哎，闪闪 ，VLOG 到底是哪一部影片啊？我找不到哎、欸，你可以跟我说吗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。我本来早上想要找的，可是找不到哎、欸。最近的影片都是看他都是直播影片，没有精华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哦，很多部都有哦，那完蛋了。那我可能这几天又不开台，我要去补影片。各位再见。我的麦克风上面怎么会有头发？天白。哎呦，哎呦，大家怎么那么会听？也不是不需要啦，哎，肯定要的啦。哦，对，番茄还在吗？你知道安妮的影片我已经全部刷完，又在刷第二轮了吗？他就是当背景音吗？
是安妮的精华影片，那精华跟那个什么配装那些影片，我已经刷了，就是他全部的影片都已经看过了。已经跳出来说，来第二轮咯。爱鲤鱼，哎呦，对吧？没错，追起来，好不好？今天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也看在闪闪的面子上，对吧？今天我大闪闪啊，他的爱人，不管是现任还是前任，对吧？你找到了，没办法贴连结笑鼠，来啦，加好友，加好友，来来来来来，请问我要怎么加你？哎、欸，你私我好了，你私那个图奇的那个私讯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你明就可以私讯我。虽然你没在看私讯的啦，现在看吗？你片段拉好了吗？啊，广告广告，来吃起来吃起来，帮鱼仔帮鱼仔赚钱啊！闪闪的也会记得好吗？刚刚在搜寻你的频道的时候，已经吃到两个广告了。有人的上面都会有的那种。好啊，好啊，下次约，下次就啊，可以啊，下次带你去，走啊走啊，一起去哪边哪边的。结果完全都约不出去，也没有所谓真的有下一次的人，对吧？啊，不就是你？那就跟你听一样，只是说说而已。为什么躺在中枪啊？假的。总之，到底每次都只是说说的，我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还记得、啊、就在几个月前，哎、欸，雨仔走啊，就好是读完我自己出来吃饭啦。好啊，好啊，一边说好的同时，我们还一边在开始说什么，好像最近有什么东西、啊。不要现在看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来不及了。或者哎呀，最近后半段是几分几秒？哎，闪闪是几分几秒？你可以帮我贴那个吗？不是几分几秒啊？怎么是又从头看呢、啊？这是谁？鱼仔啊！我传给你前面就有了。好好好好。早安呢，今天的 V L O G 是很久以前路带我去某一间哦，有了有了 ，V L O G， 好了好了，会了会了会了。No! 下次看，你看我就是防止某个宝可梦会在他趁我睡觉的时候播我记录档，我都会在实况上面播他的。播他的影片，让他自己听的时候会尖叫。听完了吗？听完了。好了，好，你是要打开麦克风了。你是要打开麦克风了。O G， 那今天的 V L O G 是很久以前路带我去某一间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影片2020年，你怎么会跟鱼仔说是最近的影片呢、啊？今天的 V L O G。没事啊，不会再播了，不会再播了。再播是小狗，旺旺。没事，你哪天在你在开台的时候播我的影片，我也会叫啊。那时候才有人过分欸，在那个人家在玩在图奇开台，他们点歌，把我的歌给点进去了。我想说，直接公审，我就尖叫啊。害我连饭都吃不下去，那怎么办？我喂你吃，说啊。茶不思，对不不。初ドラさん。
力气一发子，一倍口弹腰。不好意思，这么小漏点是可以的吗？是想茶不思饭不想吗？谁还敢给我留局啊？哪个过分的敢留局试试看？顶多再打一场。只有这只有啥？哦，你说这么小的肉点哦？鱼仔快看，小鲜肉。可以吧？看看小鲜肉。红。我觉得我笑到太嗨，声音都变了，可恶！我要换换声音。你刚刚都静音我，没事啦，已经哦，所以你刚刚都没听到是不是？哦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你太过分了哦！闪闪，你这样太坏了哦！他昨天念了快70次，不止吧？他一场就念了3次4次了。你们昨天打了20几场吗？没有3次4次那么少啦。他一场念了10次了吧？打字还在讲，哎、欸，如果我们要加 DC 好友，是不是能透过闪闪了、啊？哎、欸，不对，无奇的，等一下哦。是。哦。我怎么办呢、啊？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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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个，来来贴给你。没有啦，因为如果。你在我面前当面劈腿吗？没有，错啦，没有啦，因为啊，如果好好好，不然不要加，不要加，不要加。以后有游戏邀约的话，请透过我的中间人闪闪啊，他是我的经纪人，好不好？今天我的腿比较，我的腿的筋比较硬，我劈不下去，只好透过闪闪了。可是我加了，可是我接收了。分手后变经纪人，还好吧？这就是公事公办，私事私下解决的事啊，对不对？爱情跟公事要分开来算。今天就算你再恨我，再讨厌我啊，我们公事公办。哎，男人，男人。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。哎。不是对，我们有共同伺服器耶，阿神的伺服器。哎、欸，又飞了，飞了。加藤，加藤，两个人了，虽然你不在。这小孩子好凶哦、喔。小熊熊。好了，觉得应该都打过一轮了吧？感谢。你要保护太多男人了。紫金，那个是不是刘颖啊？抢房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是是是是是，嗨，刘颖安安。
好像没人了。等一下，先倒数个20秒。不要以为我没有这个造型哦。欸，不好意思，我换了就换，怎样？没礼貌。好，都不要用啊，都卖用。啊，最后一场了啊，应该都打完了。干嘛？现在是比谁会动的比较多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哦。你在修罗，那就缘分没有到咯。卡维怎么还不出会动的啊？想说不要重复，又没差。现在是比谁漏的比较多吗？谁会赢我？就说嘛。谁漏比较多？那刚刚小六应该赢了吧？他漏点了，欸，他漏点了，欸，怎么赢？就问你那个小孩子怎么赢他？男的肉最多，对啊，一大堆泡温泉，全裸的，裸上半身的，怎么赢？好像讲一讲，声音好像变了，有哑掉吗？有哑掉吗？现实的我都穿内裤做事，欸，我不是很想知道，欸，我好像不是很想知道这件事情。这是老爷爷声线的吗？你想听吗？我还有北北声线，欸，可是你没听过就觉得啊可惜。你去看路人的影片，现在马上，我马上学给你听。你去搜寻路人，不然就搜寻王伯伯啊，不然你辛普森家庭总看过吧，中文版。那时候小光不是总是喜欢什么再靠近一点点我就露三点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出自辛普森家庭里面的。你记得要多喝水哦。欸，对啊，那个鱼仔他跟你说宝要多喝水哦，贴心的闪闪在出门前也不忘记关心你。哦，原来不是跟鱼仔说，啊，是跟我说吗？好的，宝收到。对啊，他可是我去亲，我去关个麦，我关个麦，我干嘛？哎，欸，好，找到声音了。那个辛普森河马声音大概在哪？大家好，嗯，大家好。你，欸，不对不对，大家好。你好，好像白痴哦，喔。你听过王北北？对啊。我想说奇怪，你怎么可能会没有听过？不行，好像刚刚讲太多话了，现在声音有点哑哑的，中出来。娃姬发金，黄金的金，发财的发，金发，他叫王金发。再靠近一点点，我就露三点。就这样吧。然后王北北，我想一下，他是，我想一下哦，我鸡波是什么？不好意思。欸，牌啊，好烂！我打什么牌？
喝水吧，等一下啊，刚喝太多有糖的，我去拿个水弄一下。啊，他就不给我忠诚点数啊，不给我挂台的忠诚点数，害我不能挂说什么喝水多少钱啊。等一下，我先打完摸完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不是饮料，不是饮料啊！这个真的确确实实是矿泉水，好吗？也可以用指令啊，是吗？等一下，只能叫主播喝水啊，还是抖内。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？回来什么？啊，对，鱼仔，快点！你记得王杯杯讲的话是什么？来，我现在学给你听。可以设定机器人指令哦。对呢，你说惊叹号喝水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们这样就无常一直狂打惊叹号喝水啊，有什么意义？对不对？对，每个人惊叹号喝水，把机器人搞到坏掉怎么办？那个是伙伴还是盟友？盟友啊，实况盟友。可以设定时间，我知道啊，不是那个不就是这个是 A？ 我这样子干脆就连那个自动发话也出来了。欢迎来到繁星直播台，然后下一个就是繁星记得喝水。王杯杯最常说什么啊？如果你是看那个稀有奇怪宝贝的话，他是这样啊。我是不会说谎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哦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金发。这个吧？是吗？然后，小智，这是稀有奇怪宝贝。啊，好了，你来彩铃书姚安安，我姚。我那时候觉得学那个辛普森声音会比较像。可是后面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原因被他就完全忘记怎么抓到那个声线。美芝，你有看到霸哎、欸？真的不行哎、欸，感觉最近水喝太少，会很伤喉咙吗？不会，我不是靠喉咙出生的。请问我要吃什么？牛肉面、锅贴。感谢利恩者20000，哪个币啊？忘记了啊，泰币吗？还是哪里？印尼啊，印尼币。感谢。吃鱼仔吃我，吃鱼仔吃我，山上樵夫。那感谢利恩，有啦，我水晶，这喝掉300cc 了吧。啊，我怎么还没合牌？不够，怎么不够？不够什么？繁星溺水了，没有，我在学屈原最后的遗言，好吗？哦，自摸了是不是？自摸的。来，这是屈原最后的遗言。什么地狱？哎、欸，这个我笑很久哎、欸，所以我才说地狱十八层不够我住吧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
地狱列车有你有我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那肯定坐在最前线的。只是有些一次人身攻击到的那些，我就是不会去笑。感谢呆鱼的25港币，谢谢。其实喝水不用给那么多啦，给个……哦，对你没有给很多，没有啊。其实就是用蓝色比较便宜吧，用蓝色的就好了，不要用到绿色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要上班，你好好打牌，我要关台了，打什么牌？我要带你出门了。好，请把我放在口袋，把爱收好。还是我要用我跟女人说的话跟你说，说什么？那繁星要关台跟你出门了，对吧？没有啦，他把我放在口袋就好了，我是他的口袋宝贝。他只要戴上耳机，我就在他耳边讲话了，对吧？哇！是什么？嗯，啊，嗯，我要出门赚钱养我了，爱你哦，好，我也爱你。小起点，这个小起点有点眼熟，对吧？跟观众打，你是齐声。好，我走了。好，路上小心。有缺牌咖。有人缺牌咖，谁缺？像是隔壁棚有人是要打牌缺人，是不是？主播谁？哦，你是问我说有没有缺人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这就是观众自己抢啊，没人一次啊，等抢到差不多或真的没人的话，就关台啦。只是好像打了有点久，有点眼压爆炸、啊。紫金快四万颗单期了，真的假的？想骗我？但我没看过。想骗我？我的意思是，有主播就主播缺人中，哪个主播？哪个主播要打吗？请问是哪台主播？烟花？嗯，你就说搜寻烟花就好了嘛。早变很多人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搜寻看看哦。烟花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请问是那位烟花蹦蹦蹦吗？不是，他怎么会缺人？他人很多啊。他朋友都问烂了，但我不是他朋友，不是。你看人家1200，哎，1200怎么会缺人？哎，子谦也在打啊，子谦我就认识了，笑死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子谦怎么可以关台？呵呵。
没事啊，他我觉得不认识不要过去比较好啦。感谢哦，感谢哦，感谢哦。你去支援可以啊，你们去搜寻他的台。天拜です。哦，都听万子。子谦身体不好，我看到他稍早不在画图。哦，喂，感谢加藤优一的300块钱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飞了两个人呢、欸，没有，一个人150也够了，也够了，没事没事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够了够了够了。不是跟观众打，对啊，但是我不认识他，应该说他也不认识我吧，懂吗？那边我认识的就只有子谦，子谦也认识我，可是，不是看我的问题啊，是。对啊，毕竟你说是找朋友啊，那是找他的朋友，而不是朋友的朋友。听线人说，您打飞两人，一人150，哦，那可以，那就好。我以为是按照金额，不，按照击飞点数。你也在思考要不要打，不，开直播，有能力就可以开啊。如果设备允许的话，就可以开啊。就会尬，对啊，你看，一进去就我一个陌生人，可能就看子谦跟他们两个一起聊，不然就是只有我跟子谦在聊天。对不对？很奇怪啊。没有、啊、没说不好啦。有缘自然会认识的。就像你看鱼仔也是突然很突然的就跟我搭上话。因为我这边主要的还是YT 那边观众比较多啊。我也是为了想要拿回勾勾才回来这边，不然我觉得我应该很难拿回来。看看这个29000追随，却没有勾勾。啊，不说的还以为我是买什么东西呢。那时就很突然，突然什么？你说在这边开台吗？因为那时候想了很久啊，反正那时候生日就是要双开，可是那时候弄不好，所以是生日之后才双开的。你看，没有合作伙伴，没有实况盟友，还可以放自己的贴图哎、欸。你看看，我订阅自己77个月了。没事啦。理解。那这场打完就休息咯。喉咙也开始哑了。等下还要吃车轮饼。哎，リーチ、楽しみ、ガン。哎，奶油口味的最棒。它不是奶油，它叫做卡士达。哎、欸，那另外一个念法叫库利姆。那要纠团过去吗？我觉得很尴尬的点是，怎
有时候觉得你看这个人数过去又觉得好啦，等一下过去啦好不好我去听妹子的声音，因为以前开台都会就去 小台那边过去，就会帮忙曝光，那如今已经过气到然后就觉得会不好意思。等一下哦，过气，对啊，过气了好吗？你开台只有30个，那不一样，你要算一下哦。你的追随数除上你的观看数，等于实际的有没有一个分子分母的那个概念？你的追随除以你的观看。刚跑去看，结果有看到低过主播，低过谁？我？你看过我吗？没有，因为我算是蛮早之前。哎、欸，男一耶，天哪、啊，还要找到人了，没事啊。嗨，桃子安安，昨天有人 WD 被我直接揪走啊！我那天也是啊，我还剪出精华，哎，我气死。没事没事，我等一下带过去好吗？一二三四，嗯，子谦不舒服，那不休息还在陪打，天哪，等下去骂骂他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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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鼻子好痒哦。我忘记。我忘记路南了，哭啊！不是过敏啊，是我刚刚在甩娃娃，那娃娃可能灰尘太多。我忘了路南了，哎呀喂呀！哭啊！啊，那个鱼仔有没有看到？刚刚有出现说我无意，对不对？无意就是说。我没有任何一个排型是达到门槛，达到他所需要的，所以你不能乱吃乱碰，对吧、啊？我在转的嘛，啊，啊，碰，碰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有没有？现在就有意了，哎，对对了，嗯，看。字母全部頂戴哦，好狠，欸，至少牌也变大了，不要想着大不大嘛，你看红中白板发财啊，我一个东风，天哪、啊、我肯定自摸羞辱他吧。自摸没有，没有要羞辱啦，对不起，口误口误。My， 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。哎、欸，希望你听牌哦、喔，不要最后没听扣分数不好看。凉凉感觉被捏扣着，不会啦，至少我不会给他钱啊。顶上没有。天牌です。好了，感谢大家今天早上的收看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终于结束了。
这么荒谬的一局。以为能看到扣500，怎么可能只有扣500嘞？刚刚那个忘哦，你是说最后没有听牌吗？啊，也是啦。好啦，感谢大家啦！我看一下 YT 有没有人开台啊？还是鱼仔，你要现在开，我带过去。太赚了吧，鱼仔！哎、欸，我们 YT 去一个 V 的台好了，他声音也很好听。看一下哦、喔，不是，我们带过去的前提是要能带过去。辛苦了，虽然我才。啊，天生我才必有用。我看一下，带你们去好听妹子的台。你才刚来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我也才刚开啊，我也才刚开，不好意思。确定，新增直播接力。漂亮啊，可以带。我想说漂亮不能带。好啦，那 YT 等一下带去一个叫做下雨有礼的哦。那图奇这边说带去那个吗？那边哎，鼠之安安，烟花烟花烟花。来说拜拜环节，来这个斜杠之后啊，开始讲拜拜啊，小起点拜拜，桃子拜拜，汪打油拜拜，无聊拜拜，鱼仔晚点见，雅克零一拜拜，辛苦了，鲤鱼拜拜，跳快尿。小呆鱼拜拜，尼亚拜拜，鬼斗不持久拜拜，前辈猫拜拜，小六拜拜，羊拜拜，芝芝拜拜，没了哈，没了哈，哎，还有，优一拜拜，火鼠拜拜，第二个鲤鱼拜拜，小熊熊拜拜，刘颖拜拜，芝芝拜拜，幺幺拜拜，黑月拜拜，第二拜拜，哦，好晕哦。不然、啊、我说我头好晕，不是台币很晕。RRRAID， 那过去咯那大家晚安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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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晕好晕，好啦。